你们这个市政府的员工现在来扰民，人家中午餐厅正忙的时候来，看好看清楚哦，这个哈，来来这个，啊、哦，借着市政府的名义来扰民哈、哦，我相信市政府绝对不是这样子干的哈，没关系哦哈，啊、哦，你们这三个等着到议会去咨询哈、哦，看着习近哈，脸转过来嘛，不要不好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做坏事情还怕人家知道啊？啊？怎么做坏事情怕人家知道呢？转过来看一下，长得人模人样，哎呦，不敢看人家怎么样，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，哇，你看这样子对不对？哦，没关系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照我，你也可以照我，没关系哈，啊，好了，这样可以了哈。